可以三十了都，当时卖肉五十多了。你现在说实话，你会花五十多买个这乌龟？你咋这么完蛋呢？这个是吧？下面那。啊，走吧，走下去，中的话，咱能挑死的话，这最好。这车不多，好好研究研究，看着怪稀罕。它卖的时候真贵啊，这小车，五十多万。